人又来了，那你们可以打一般的人又生成。完了！哦，有之前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看到有人说雷尔比的蛮的好打的，不知道在哪里看到，还不赶快给那个文章擦屏，给他表示不屑。那个一定是雷二龙自己打的，有道理吧？有。卖家都会自己说个自己是好东西。雷二龙本人，走过去。啊，烂多一只。哎、欸，真的醒来很快、欸。哇，他。雷二跟蛮二醒都醒超快，大概两秒左右吧。对啊，我超解都还没开下去，他就醒了。我石头都还没捡起来，他就醒来了。他们太清醒了，他们只有那种失衡跌倒才会晕。用石头来算时间的，然后就那个被失衡打倒才叫晕。怎样？我发现我没有喝水。合格力量，合格防御，然后帮你们撒个粉。哦，哦，干嘛啦？撒粉很讶异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有没有帮你解除晃动？大意啦！哎，干嘛啦？哇，好爆哎、欸！我们才是扣席啊！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被洗呀！我来救你了！啊，这不就救到了吗？有有有！从这个角度看到骨头在底下晃来晃去，这为什么有点疗愈？三两斤，两斤斤，满天都是。操你妈的逼！你不是在开台吗？十二点啦、啊，怎么了？好，我有听挖矿声音。哇，听到骨头上来的声音。这楼底吗？这哎，骨头怎么走了？尊严呢？真怎么真到一半就啊？怎么晕了？可以啊，我赶到两秒钟差不多了。我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拿过什么宝玉天灵之类的，这边会掉吗？没有红了，我就在那个结算的时候拿过。对，就是结算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给啊？到底会啊，会啊。可是我没有，我就有拿到啊，我就拿到大宝玉。都还没拿到货，我不是说调查，我是巨魔之地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最后 啊，结算的时候，那就是几率真的很低。哦，有啦，今天有挖到大龙鱼，残爪龙的尾巴挖到大龙鱼。我是结算有死的那个，哎、欸，附近有古钟，老位置会被盯的那个位置，会被盯的那个位置，就是这里。尾巴记得挖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这就是会被盯的位置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有引来多少人？哦，
换我保护你了。哇！这把长枪真的好帅、啊，愈看愈敢。哎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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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。没抓到毛鸡啊！我没看到毛鸡在哪里。鬼爆炸菇这边会有一会有四只毛鸡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要小心哦。是不是跑掉了？你们哎、欸，他会怕人，他会怕人，毛吉会怕人。抓到了，我抓到毛吉了。所以我刚刚每次下来，我第一次下来就是先去看毛吉。可恶，我有看到他们，可是他不见了。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。我一个站在很远的地方预判位置。没了，等下次了。哎呀，被撞了。这融化肉子啊！你撞我手上是网子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被有，我帮你了。哦，我是没体力下来。可以再撞一次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是要让他面对墙哦，不然。要面对。哎、欸，看我这，靠！哇，跑掉了。可以了。Nice。嗯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你、欸、要死了、欸！我来撒个粉啊！哇，感动的。没粉了、哦，哦晕了，我趴一下，我趴一下，哦，换我晕了，哎呦，哇，129怎么那么低？超低，这超低，这个真是超低，而且又不会那个，又不会有晕眩效果，超烂。对了吧？你在打什么？落石之齿。真的是落石之齿。在打低等的那个瘴气。落石之齿。可以骑喽！哎、欸，那个雪茄能干嘛？炮击的时候可以增加伤害。哦，应该说追加伤害。有的，只要它发射一下炮击，有时候会爆炸一下。对啊。然后我记得攻击炮是爆好几下，大爆炸。三下，就看它是伤害几下，就是爆几下。其他武器的炮击也会有用处。嗯。阿矿。红了。红了。
红了，这个框红了。嗯，这边，叮，这边有一个领导的结晶瘴气，没有，只有粘液。我刚刚看的柔毛，硬粗毛羊脊啊，会站在那个厚的上面。老位置。我今天想先回营地，我的水没了。等会了，不要咬！好，你咬他，你咬他。好，我碎了，碎了，碎了。啊！完了！怎么了？就你在嘞！有啦，撞成功了啦！敢可以撞两次的好吗？不要计较那么多嘛！真的要计较一下，没石头啦！啊，我去抓，我去抓！他快死了！挖挖一下。是古董，挖一下矿。哎呀，太神了！打他吗？干他吗？上他吗？对啊。好啊。我去捡个石头。他喝水耶，出现了巨大巨大矿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在我这儿哦。我来他滚出去了。嘿，耐冲是不是至少要一级比较好？耐冲吗？欸，有好我装啊。是啊，耐冲一就是挡队友的啊。对啊。好。防止队友干你。对啊。刚刚在叫吧，没有瘴气的。刚好，刚好打这个。为什么都离开才出现争夺地盘的痕迹啦？欸，等一下会一次蹦出三只哦，我都刚好差一个哦。我的牙龙、兽龙、飞龙都差一。我是牙龙、兽龙都差一啊。哎呦。古龙差一点，古龙差三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找一下巨大古龙哪。刚刚打的那只雷二明明是。将将隐在那个瘴气，可是我除了瘴气以外的三个都有上升，瘴气没有升。啊，我的也是。喂，是因为雷二都会出现吗？是吧？感觉是啊，雷二四个地方都会有啊。那照理说应该是四个都要升才对。哦，所以说除了瘴气之外的。这三个都有升，瘴气没升。瘴气升了，我瘴气升了一点点。我厕所可动一下。好，我去继续找毛吉。我找不到哎、欸，是不是不见了？啊，还是被揍。
你知道毛笛在哪吗？在，会在这个位置。哇，让我走。我回来了。嗯，好，我来养哈。这边有痕迹 ，nice 来这边楼上。哎、欸，我要在哪里？大熊他现在不给我啊！他现在不给我引了。在那个森林的大蜜丛这里，有吗？我有哎、欸。给你引了什么意思？他写说未完成调查报告，不给我呢。哦，你等级不够高吧？我四九了吗？没啊，四二啊。你引导什么？他说他调查不够，他不给他引。需要调查点数吗？有这东西吗？没有吧。他写什么未达成调查报告，所以引不出来。你还是我要回去？交任务他才会那个。你任务交了吗？你还没交？我刚交了。你回报了吗？啊，对啊，他要回报才能引导啊。嗯，我刚回了，就说，哎、欸，蚊子小心。你再回一次看看啊。啊，我再回一次。这里有什么？你要不要先回啦？哎呦，按错了，按到帐篷去。OK。有没有捡竹机比较快的、嗯、竹子之类的、啊？捡竹机比较快，不是那个什么追踪还是什么的竹子？嗯。还有了吧？目前就大凶二，可以啊，就继续二啊，好欺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我在找毛吉，就顺路敲了一颗。最巨大古董在哪里、啊？哎、欸，有毛吉，有毛吉，在哪里？穿上你的隐身衣装。我回去拿，我回去拿。我要回去拿。在鹿山湖，在鹿山湖门口等。我等下跟你走，我等下跟你走，你等我。Nice 也很想抓、哦。所有人都回来了。电装备。怎么走？好，等一下哦，标一下。来，这边爬出去。
二川之前讲一下，我怕我通过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不会啦，因为这边是安全的点。我怕我回去之后会不会不见呢、欸？哪里？还在对面，对面，对面，等下，这边就要穿了。哦、啊。有没有这边？你有看到吗？啊、有有有有有。好，有看看有粉红色，优先抓粉红色。哪里有粉红色？有的话啦，因为那是亚种啊，没有的话就是自己挑吧，自己抓喜欢的。哦，毛抓到两只。不，又只抓到一只。好，然后另外一批毛吉会在这边来跟我来跟我来。这边是一个点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上次挖我找不到骨头的那边，有印象吗？我们那时候找一个巨大骨头找到，对，这边是另这边是另我刚刚就是你们在打的时候，我在开台这边这里抓到四次毛吉。那三次毛鸡，这里，这边没有，好啦，回去打吧。好。干，我是不是要把转身衣装换掉啊？更变装备。没有补空哦。哎、欸，啊！巨大古董在哪里啊？我还没挖。矿石啊，我没有，我也没挖、啊。我没挖、欸，你可以挖挖看啊。我在想在哪里啊？我要看一下。它就紫色的啊。好像过期嘞。不会不会不会过期，这不会过期。我不会过期啊。嗯，我那时候一直没有挖我的巨大孤种，它一直存在。那有那么大坑又找不到，有没有？哇，我现在还没看到。这里吗？这个啦，来我这，来我这。哦，哈，看到了。等 Mr. 江。什么 ？Mr. Monster 江。哇，更恐怖了。你在哪里啦？你咋没出现？我在瘴气这边。哦，好吧，走吧。再打不过他，到时候江江引出来，他又要跑了。九六。啊。乱了。真多地方来接，干在哪里？浮空龙下面。对，差不多。哦，那边是鸟龙种，一定会有的。优先。这个。哦，我没有。我是在这边的。我也没有哎、欸。我在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里。那是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在地底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哦，这里哦，哦有哎、欸，鸟笼中，哦有有有，好了，我该走了啦，有人在等我们了，他很无奈，啊，我找了三个队友进来，没有队友来帮我，看老头，哎，争夺地盘的痕迹，是哦，他、啊、那个痕迹就很讨厌哦 ，A B， 这时候长出来。我什么话都没讲，我在怪那个痕迹、嗯，有个卑鄙的，嗯，哎、欸，啊，什么我挖的那个痕迹没有？他只跟我讲解析，然后没有跳出来解析状况。他会右上角你那个随机挑一个啊？他没跳啊？那就没有就没有咯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搞不懂这是什么。我以为你懂哎、欸，我是没有很懂啊。
我知道猎的会加啦，但是我不确定他到底是怎么加的。我来了，我也红了。哇，十点半了哦。对啊。怎么过那么慢？有毛奇吗？有毛奇吗？没有，好，你可以死了。我现在已经一点半了呢。如果是日本的话，已经一点半了。OK。OK。七成。你可以去把你们家的、你们电脑的时钟改成日本地址。哦。好了。哦，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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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一堆满了，一堆满了！哦，大凶恶，大凶恶，破坏！哦，不是，可撞可撞，可撞，可是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对啊，会被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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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有了，不会被嘴了。好，可捡可捡可捡，靠腰啊！他怎么转弯啊？要被嘴。哎，歹龙，挖个矿错了吗？左边要死了，左边没有啊，他只上去而已。他刚诱导的，不会马上离开啊。哦，我觉得他会不会自己又跑了？哎，咋啦？好可爱哟、哦，那个位置。可撞！啊，他不转弯了，是不是？好像还可以再撞一次啊！歪了，哇！哎、竟然自己转过去了。太神啦！对不起，还没快。
死了。啊？你为什么要讲那句话？小地图完全没有任何显示，完全没有征兆，人就死了。这个大字死法，非常的豁达。他尾巴还在，可是他动不了尾巴、啊，我也想、啊。哎、欸，鼓吹之牙，鼓吹之牙了。他是不是躺着啊？对，他躺着、啊。我是在，我啊，我在挖他哪里呀、啊？下面。怎么没有宝玉啊？争夺地盘痕迹。哎、欸。争夺地盘。好，马上过去，马上过去。争夺的地盘的痕迹。马上过去儿。哎、欸，不要吼我，都喝水了，好吃哦。这里。好，等等，我没有。拜拜 ，nice， 拜拜。来来，猫之翼来吧，替补。哎、欸，没有要打了、哦，好吧。等下对了，你现在要上班。哦，好吧，没人要跟你打了哎、欸。不开红。继续跟他打啊。好啊。嗯，打他吗？打。好。我引用他的，我用猫的吸引仇恨了。好，他看起来有点大只，也不知道，好像是有点。虽然他的大金我已经有了，我也有了、嗯、大金，已更新。大那我们暂时休息，让他超级没有回来的打算。撞喽！哦哦哦！鼓吹鼓吹鼓吹！我还跳一只浮空哪来的？怎么今天跟昨天都没有看到？有啊，昨天有啊。啊，不，今天有啊。你太晚来了。啊，完了，没看到。我那时候七。六点多上看到你那边打字说在抓小动物，我就没有吵你，我就跑去。嗯，他那时候说什么要上班哦？我要上班。他七点多，七点多。嗯。蚊子标回来了，我怎么爬上来了，白痴哦、喔！啊，这不骑成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我一直在骑他、啊，你刚好跳下来把他骑，最后一下。我想捡掉落物吧，哎、欸，掉下来了。喂，为什么？我想问你啊，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我骑的好好的哎、欸。是啊，那有时候。会掉下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倒了。看他滚得很累。嗯。
撞，可以撞。我去挖一下矿。哎呦！哎、欸，这个矿我挖过。哎、欸，哪里啊？这飞太远。矿也红了、欸。哇，怎么矿红？你好忙哦、喔！你好忙哦、喔！你好忙、喔。你怎么跑掉了？我来救你耶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嗨，我在地上啊！我刚看你在超远的地方哎、欸。为什么我想打矿就是挖到熊耳？我也是。记得吃大消哦。我想到当时打消的东西是你们是叫硬吃的。因为那时候你叫我做那个啊，四套装啊。哦。因为第一次吃打敲果实就是因为你们。当时我还是拿着麻剑插着毒珠的人。出现巨大。我是曾经的什么壁毒狼，壁毒龙。壁毒狼，壁毒狼，壁毒狼的朋友，在这里。我看也是想这个。在这里。矿跟古种的最大形态地点好像都固定吧？小矿也是固定的啊。可是小矿比较有随机出现的那个啊。大矿是大矿是有两个固定的去靠撞屁哦。大矿是有两个点。都把他打骨锤吧，不然到时候骨锤跑掉。不会啦，那不是叫出来的，那不是叫出来的、喔。不会啦，你只要有信心。嗯，他有信心吗？走吧。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他在上面。嗯。打哈欠了，该关台了。你可以关台再陪我们继续打。可以啊。继续打。因为开台比较累一点。好了，我到了。我也到了。那我撞了哦。撞吧。啊，没体力了。哦、啊、哦、啊，撞。啊，我也没体力了，靠背啊。再一次。我来补。要补。睡。我的完成了我的鱼字，然后挖他的背。你来这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哎呦呦，是有。擦一下，我擦一下，我擦一下，你要跌倒啊！我在看星星啊！我中水，我没有那个。我一个空空如也，空空，你就拿你的冲，你就拿你冲枪捅他一下就好了。可以啊，不是要掉落入才能、啊。不是，只要他滚的途中有东西打到他，被打断。嗯，快倒的时候再像现在这样子，你直接捅他一下就倒了。哦、oh ，啊，你没捅他就不会倒，他就一直在那边滚，然后站起来。哎。嗯、欸，那可能是谁？哎、欸，哈喽，刚刚才聊到你耶，哎，哈？他说我怎么了？说你很久没出现，他想你了，想你了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啦！不要再害羞了。干、欸，你们很合哎、欸，有没有考虑？考虑什么？介绍一下，我可以帮你们。不用，有啊，你可以对象了。
没关系，你可以约我们两个出来，然后请我们两个吃饭。好啊，怎么样？划算吧？那干什么时候有空去北部？啊？他不是北部人哎、欸，你是哪里的？你请吃饭，我就去、啊。吃屎吃不吃？你是南部人吗？没有，我是偏远台东国。哦，那有点远。永远被卡在这边的。那是真的有点远。你们这没有人权的地方。没有啦，我昨天出去玩啦、啊，就比较哪里巨龙巨魔之地，不是巨龙之地，巨龙咆哮之地，我累了啊，去打牌啦。我们看不到他有没有快死哎、欸，感觉他挂、啊。我也看不到。你就停手一点，让他挨几声啊。快来啊！我放陷阱，打哦！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我还有陷阱，我还有啊，我有地洞。他叫了，他走得很健康。他绕了一下路，他又回来了。发出钥匙的声音。他绕回来了。他想一想，好像不对。我现在走了，就是没有发出钥匙的声音。我来蹭素材了。破下250哎，好爽哦！快挂了吧！挂了，快挂了！放错地方，放的不错，放的不错。好了，我可以多试几次，触发一下不屈。哎，轰龙的足迹，真的有轰龙哎，来打轰龙，打我笨蛋！陷阱，捕获，哎，谁？他有点强哎，好强哦！欸、被开红了啦，白痴喔！那么强啊！啊，不是叫你带那个回家？我带啊！来偷看一下五毛钱、啊。为什么的？等一下，我要先回家，我的中枪球掉一点。你好开心哦！是红哥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对，我要自杀，我想触发不屈。那你先去调查结束再自杀。对啊。然后顺便观台，好，爽！我竟然都冲到素材了。哎呦，手势攻击耶，太好了，第二个了。那这样就再……好啦，今天开了，哇哦，要6个小时了。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大家晚安咯，拜拜。